好，接下来我们有第五组了，来，请看介绍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耶！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是何老师的生日，所以今天我们提前为何老师庆生，祝你生日。 谢谢何老师，生日快乐！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每一次都可以在大本营录制节目的时候过生日，然后就可以跟所有全国的观众一起分享我的成长，然后想瞒都瞒不住。很多年前我没有办法想象30岁还主持快乐大本营的样子，但是一转眼就是我们好像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一种习惯。 我一直觉得年龄这件事情是财富，然后尤其是可以跟这么多喜欢的人一起成长，度过每一岁，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特别疼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快乐家族，愿每一个人都如我般幸运幸福。